啊，自己想吧，因为不让你想乱七八糟事儿，让你要求路径不同，那么你想方大伙是手段，不想大伙自己去活的，想什么？想山啊、树啊、美景啊、鸟语花香啊，想高兴点儿。这一闭着眼睛想啊，这面部啊，哎，他就来了个大脑一个良性的刺激，大脑最流畅，所以心里面呀、啊，心里感觉哎，有点笑了。这一次这不笑了，他这个神啊就有点放松了，用不着费那啥，没用着费那啥，自然到处可以笑了。行完了，行，完了眼睛闭着，能闭着就闭上了，然后就是看不到，那我说说，如果一闭上有的出不来，就是固守一处，就能弄声儿什么的，慢慢这样呢，呼吸掌握自然，要求精神集中，呼吸自然啊，这个把它掌握以后放松，都是放松。这就是养生的要领啊！大家站住啊！比刚才舒服多了。刚才是太硬了，哎，现在很激动，越站越舒服，哎，就是这样放松而已。他这一放松呢，自己达到一个心理舒畅啊，心里面一舒畅的时候啊，这时候感觉就忘了我了啊，自己不想自己，不想这样。他刚才舒服了啊，哎，你说没有我吧，一个大混站着，站着往这儿哎，摇摇欲坠。特殊就忘了自己了，到这样程度，我们过几天就能到这个程度啊！他得有物质追求，然后追求也达不到啊！但是一舒服的松了，这样就行了。你保持松不懈的精神状态，你这一松了，你这个力量啊，站的非常特别平衡了，热乎乎的起来，肌肉也开放了。咱们站桩啊，有人说。这个有的人问呢，说战争能治病，枪支见血，确实是啊。大到年老关头，这个有病治病，无病生治。战争是让年老的年少骨痛体质不低情况的，是无病生治，那是小儿设备。那么呢，轻的作用是很多，那解决的病很多啊。好多医呢，有咱这儿没看到，我相互带了，不用相互带了啊。什么？什么病好的菜呀？胃病、神经关张症、这个关节炎啊、这个肝是肺病，随时这种肝病啊。什么癌症、心脏、哮喘，要多带点。这个您看自己年轻人和老人一样，年轻人呢，你心中盛广，我好厉害，只要七老八十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做事情，每种都是实现的好啊。咱们这个老前辈吧，叫这个黎洛能啊。黎洛能是谁呀、啊？是郭玉珍的老师。郭玉珍呢，是我师傅老师啊。就我给你说这个这些情况啊。这个郭老，也就是这个李老能，他在那山西戴龙帮，这个传自戴龙帮带去。戴龙妈呢，他这个过去讲地主，地主在我们家里头啊，地也什么，倒地不倒地，地主啊，那么呢就用人很多了，因为我们老家这个地方不是很穷啊，那么就给做活吧，我们用人吧。可是呢，这个人非常好，忠诚老实啊，简直最一个老，这个就是谁呀、啊？在线啊，选中了哥。个子长得也大，也很非常是个练拳的好材料了啊！就让他呀站桩，就教给他这么基础式啊。这基础式啊，老狼很多，天天做。后来这个戴老呢，戴老乡练这个，得了学生很多了，都带起来。这个郭这个李老呢练的，练了直接一看就是个学生练的啊，这就给他轰走了，站桩。你就没办法站吧，就得溜着没站。他站了六年，一直站六年，就这一个字站着。站了六年呢，这就是老太太带先给老母亲的八十整寿。大家要庆祝啊，庆祝学生们徒弟都来了，你来一条，我来一条啊。李老先生在座的李老先生啊，李老先生那时候大家都练，可是呢，他没有不会。李老先生啊。
那他什么不会啊？最后呢，就他妈大家给他点很麻烦，什么都不会，说了半天，他自己很难过，说老师我回家了。老师明白，老师说回去吧，有机会再来。哎，就给他这么一句，最后他一回去了嘛，你家里你放点钱，会有。老王你这样啊，出师了，哎，教了。最后呢，他自己呢，我不跑一走啊，不会。你说聊啊，聊了个十二点，我不做，谢谢啊。聊了个十二点，结果在家去了，这些个一块的人呐、啊，就练，这样练不会了，就走了。妈妈，你几年让妈妈让你走了，走了之后呢，他回家说明天再来吧。第二天五点钟，大家都来了，老张，他这一开门啊，这后头的前头的。喊妈可能喊一二三，哎呀，后朝这样围着，哎呀，能再一头就出来了。人他刚要这么一下，一二三，他急了，嗨，终于的，哎呀，这个上房了。哎呦，老张你这样了，这他自己才知道。老师叫他真东西了，所以这状况呀，不是希望了今天一天一天的改。这是个民族武器，练一生一世也是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他们练装的说啊，我学这个了，学会了，再说不是这个，你从努力老练起来啊。他一个是说，他这样的打麻了以后啊，他又回到山西，又练了六年，十二年，才出师。这个站桩啊，只有王学来有自己啊，他保住这个状况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林老师是郭玉珍的老师，郭玉珍呢是我师的老师啊，那就教的郭老教的课，所以这个状况呀，你就学会了游泳站着啊。他这个状况是对人身体来说吧，是很科学的。太极八卦星，星云太极八卦原来是一手，星云手太极腰八卦腿是一个整东西啊。当然大家呢。就会了，你是姚家，我是李家，他是张家，我是王家，分了。可以星一太极八卦，各干各的啊，其实是一整不行啊。分量呢，就是你是这拳，我是这拳啊。这个拳术呢，开始啊，这个形意是老三拳，八卦是老三掌，太极是老三刀，这三个姿势。我说呀，这个状况呀，当儿媳妇啊，不穿裤子。